大家好，我是乳癌专家欧阳卫医师，欢迎收看粉红心知。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前一阵子很红的电影，就是《阿凡达》。那《阿凡达》之所以会那么红，是因为它是划时代的，从平面的一个电影变成一个 3D 的电影。大家虽然戴着很奇怪的眼镜，但是看起来那个东西感觉就在你面前，画面很美，令人惊叹，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其实这种 3D 立体的技术是越来越发达了哈。娱乐性质的电影都有 3D 的版本，那医疗上面有没有 3D 的版本的东西啊？我们医疗影像也有的哦，像 3D 内视镜就是利用这样的原理，利用两眼的视差，那形成影像的一个立体感，那让你前后左右那个距离啊更好抓，在我们开刀的时候更能精确的掌握，这是 3D 的内视镜。那乳房检查方面有没有所谓的 3D 的东西啊？也有的，乳房检查最重要就是乳房摄影跟乳房超音波。那乳房摄影也有 3D 的乳房摄影，那超音波也有 3D 的乳房超音波。难道他们是同一种原理造成 3D 的吗？要戴眼镜去看吗？当然不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 3D 的乳房超音波，就是所谓的 ABUS 或者3D 的乳房摄影，他们的原理跟它的应用。其实大家熟悉乳房的检查就两个最主要的，一个是乳房摄影，一个是乳房超音波。那之前在我们的 YouTube 也特别有介绍过这样的东西，大概大家有空去看一下。但是我们今天是要介绍这两种检查的进阶版，就是 3D 乳房超音波跟 3D 乳房摄影。那首先我们就谈谈这个乳房超音波的 3D 版。在英文有时候它会叫 ABUS， 有的 ABVS， 那都可以。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呢？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3D 的乳房超，一般的乳房超音波大家知道一个小小的探头，但是呢 ，3D 的乳房超音波，它的探头是这么大，要两手去弄，这个照下去，几乎整个胸部都照到了。这个探头长有15公分，有15公分。那一般台湾的女生有时候一个乳房也没有15公分那么大所以这个一整个探头就涵盖了整个一整个平面哦，就一个探头是一个整个平面哦。那中间这里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线性的一般的探头，那在这个框框底下罩住这个乳房的时候，这个探头从这头这样慢慢跑到尾，那其实它是做一般的我们好像手拿的超音波这样等速的从这边扫，或者影像扫，或者影像扫，或者影像扫，这样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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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是用线性的，但是这影像的累积，现在电脑技术比较进步啊，它可以慢慢的扫，慢慢的累积，累积很多，然后就形成用电脑去形成立体的成像。其实电脑断层也是这样，电脑断层它不是绕一圈吗？它是绕一下，然后成一个像，绕一圈呢就形成一个360度的影像。那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就一形成一个立体的影像。3D 的电脑断层也是这样子来的。3D 乳房超音波就是这样子一个线性的，跟我们平常在找的探头类似的。慢慢的找，慢慢的找，再过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大家知道 3D 乳房超音波的原理，那我们就比较一下 3D 乳房超音波跟 2D 就是一般传统的乳房超音波的一个差异跟优缺点。那 3D 来讲，它的探头我刚刚讲最大有的是15公分，看畸形，有的是15公分，有的是直线，有的是曲面，有的是12公分，大概是这样。不过至少都比我们常用的那4到5公分要长很多。所以大概一个探头，但扫过去就可以把乳房的大部分的体积都盖住了。那它可以 3D 成像，我就讲了，因为它同时一个探头就已经3倍的长度了，所以它扫描的那个范围就是3倍。那除此之外，它电脑慢慢移动，它每次扫很快很快，这样子的一个成像，电脑成像，它可以细到0.5个毫米就成一张像，但其实
这样的成像，一般我们的手持的超音波就是只有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这个角度横切的没办法，没办法。这个实际上，所以从这个面上看切下去，啊，放在就这个面这样切下去。那还有一个叫做横切面，在我们手持的电脑端，手持的 3D 手持的乳房超音波是看不到的，是没办法的。但是在这里却是可以透过电脑可以 3D 成像，把这些影像的讯息不同的深度好好的成像，所以可以一个水平面的成像，这是 3D 电脑端成 3D 的乳房超音波跟 2D 最大的不同，一个可以水平的成像，一个是不能水平的成像。那不止如此，它水平的成像电脑的模拟可以到 0.5 个 millimeter， 那很细呢，可以到 0.5 个 millimeter 就是成一张像、哦、那我们肿瘤有时候发现都是5个 millimeter 就很小了，那 0.5 个 millimeter 那很小的，你看一个最小的肿瘤都可以切10张来看。那其实 3D 的乳房超音波呢比较像电脑断层，透过模拟可以有一个横切面，就好像我们人啊拿一只刀把这个组织切成一片一片小片的来看这个乳房的组织。那另外我们刚刚讲这个 2D 的扫描跟人、哦、有的很急就扫得很快，有的个性很 OK 他就扫得比较仔细比较慢一点，但是 3D 的不会，因为电脑控制的，所以它是很固定的、哦、那记录回看也是另外一个重点，记录回看因为它这样扫过去它全部存在电脑，所以它的存的量是很大的。但是 2D 呢就是有看到，他要眼睛看他、啊、不是电脑控制呢，他眼睛看到哎，这个影像我需要存才会存、啊哦、所以这个储存的影像哇，这个 3D 的是全部大大小小所有的讯息都储存，所以他要回看，你今天技术员做完你要回看 OK 的，那你手持的呢技术员看完要给医师看，问题来了，这个技术员要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扫过去，他的脑子觉得没有问题扫过去，他就没有储存，没有储存影像，那主治医师他的医师怎么看、啊、所以变成说手持的传统的乳房超音波要有经验的乳房超音波的医师或者技术员来做，不然他看不出那个什么东西，他不会停在那里不会去看，那就 miss 掉了、哦、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人的经验人做超音波的经验值会差很多，就是这样。但是呢 3D 的乳房超音波不会，它是这样子扫过去的，是电脑把这影像储存、哦、大家可以慢慢的回看。那但是有一个点是传统的 2D 会比 3D 好的地方，就是腋窝啦，腋窝那个地方常常在我们乳房在扫描的时候，尤其乳癌的病人我们都会扫描腋窝那个地方的淋巴腺有没有问题，在要扫这个的时候，那么大片的一个探头反而无力去扫描腋下那个地方、哦、这是它的缺点啊。传统的 2D 因为它是只有树林纹那个地方好扫、哦、会有唯一只有这个缺点，不然其他手持的乳房超音波人为的因素太多，也至于因为人为的因素那么多变成现在没有办法当做一个检查的标准。那 3D 乳房超音波反而因为它人为的因素比较少，所以你只要叫技术员这样做，做完之后就可以给医师看、哦、那所有的影像都储存会比较客观全面、哦、这是两个一个比较受人的因素人的训练影响，另外一个比较不受人的影响。大家可以知道说哎，这样子的一个合成之后，其实它的原理跟我们平常的超音波的扫是一样的啊，只是用手持的超音波跟这个机器去扫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人手持的不能像机器这么均匀定数，有时候你回看近呢回看完呢那影像就不一样，那这个整片罩住它慢慢这样子机器的速度是固定的，那电脑的反应时间也够，然后呢它这样合成，而且每一个确保每一个范围都扫到，确保每一个范围都扫到，所以它的成像是不会受
人操作，有时候少花一点，或者说因为它探头很小啊，平常我们探头探头很小，四公分，有时候找这个四公分，啊，有时候找那个中间没有连接好，就会漏掉。啊，这个十五公分，这样扫过去，慢慢扫，每一张图每一个讯号都能拿进来，所以就不会有，哎，像我们所识的速度不一。角度不一，甚至有时候四公分而已，五公分而已，那你这样扫的时候会有漏掉的部分，其实漏掉是很可怕的。所以呢 ,3D 乳房超音波跟一般的超音波原理是一样，不过它探头更长，然后可以盖住更多的乳房。第二个，它是靠机器控制，电脑机器控制，那成像的过程很均匀的走，然后可以全面的去覆盖整个乳房，所以超音波的讯息也是整个都 cover 得住，不会像手持的人不一定，有经验没经验啊，有扫描重复很多，有的是重复很少，甚至漏掉，哇，这种不会有手持的超音波的问题。接着下来是所谓的 3D 乳房摄影，啊，其实 3D 乳房摄影跟电脑断层，就是 X 光嘛，都一样的原理。那 3D X 光电脑断层，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圆圈，然后它的探头是不是就绕一圈，很快的速度转一圈，然后打 X 光，然后就穿过人体，然后得到一些资讯，哦，那个 X 光的资讯，然后把这些资讯集合起来、接收起来，先组合成一个电脑断层的影像，那就会有立体的，可以电脑重组就变成立体的。乳房摄影也类似啦，不过呢 ,3D 的乳房摄影是有一点残废的，比较功能没那么好的电脑断层。哦，所以有的人叫 3D 乳房摄影，他会叫 3D 的那个乳房的电脑断层。它的原理都是 X 光，但是呢它扫描是这样子绕一下，哦，它只有百几十度而已，电脑断层百三百六十度嘛，它是就斜着从负 7.5 度到正 7.5 度，那这样摆荡的过程，它就或负20度到正20度可以调整了，不过它这样摆，它就照就电脑控制嘛，所以就可以这么短的一个摆动就可以成像好几百张了。那这好几百张当然比电脑断层是不足的，可是呢，就乳房摄影来讲，你的负20度到正20度这中间我做了好几百张，那我就好像一个动态的3D 的可以让你看出来，那其实我是觉得它就摆在了，它不是整个全面去扫，所以你要说它像没有办法做像电脑断层那样子，每一个横切面都看得清楚。可是呢，我觉得它的原理啊，就是跟电脑断层一模一样，所以有的医师啊会介绍这种检查的时候，这种3D 的乳房超音波，他会讲这是一个乳房的电脑断层，它的原理是这样，但其实没有那么厉害的电脑，没有不像电脑断层那么完整，它不是绕一圈，它只有大部分是负二十到正二十的度的一个摆动，那所以你看它怎么照，就是这个三角的虚块，哦，去照那个乳房，哦，所以它没办法像电脑断层这样转一圈有那个厚度出来。所以这两种都叫 3D， 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跟运作就刚刚我讲的那样，就是一个乳房超音波的升级版，一个是乳房摄影的升级版，它的原理都是，哦，在同一个时间之内，在同一个距离之内做了很多影像，那这个过程是靠机器电脑控制，哦，那就是变成因为很多张影像就合成起来，就变成叫做所谓的 3D 乳房超音波跟3D 乳房摄影。以上是 3D 乳房摄影的原理，那我们也了解 3D 乳房超音波的原理，所以这两个来讲我们就来做一个比较。那第一个就讲辐射线方面，那个 3D 乳房超音波它就超音波嘛，所以有没有辐射线？没有的。 3D 乳房摄影就是乳房摄影的升级版，有没有辐射线？当然是有的啊，有的啊。会不会夹住乳房？还是有啊，而且夹得更久啊，哦，所以辐射线这件事情有一些妇女会很担心，比如说怀孕的妇女不能碰辐射线啊，然后不能一直照啊，超音波你照个几百次都不会有伤害啊，可是乳房摄影照太多就辐射量就大了，所以就不行，
回的第一个辐射线，第二个是所谓的三 D 成像。我们刚刚讲了超音波的探头很长，然后它电脑很均匀的扫描，所以所有的讯息都会获得全面。乳房三 D 虽然叫三 D 的乳房摄影，可是它就是摆负二十度到正二十度，就这么一样一小片，像披萨这么一小片，得到的影像，它没办法去分析横走的资料，所以它没有办法合成立体影像，没办法立体成像。反之，乳房超音波我们刚讲可以细到0.5毫米，像切组织这样切一层薄片，让我们分析电脑看得更清楚。另外就是他们专长的地方，三 D 乳房超音波就是超音波，超音波的专长是什么？乳房肿瘤，另外就是局部的不对称，还有结构扭曲、致密的乳房，这些都是超音波要比乳房摄影好哦。了解哦。虽然我们现在的筛选是乳房摄影，可是呢，在这刚刚讲的这个地方，肿瘤、结构扭曲、局部不对称、致密的乳房，都是三 D 乳房超，就是一般的超音波或者三 D 乳房超音波，超音波机器要比乳房摄影机要来得好，哦，来得好。但是呢，早期乳癌的症状是显微钙化点，那显微钙化点呢，反而是三 D 乳房摄影或者乳房摄影它要比较胜出，哦。所以如果比较疏松的乳房，就是相对致密来讲是比较松的、比较老的、比较垂的乳房，比较脂肪多的乳房，乳房摄影会比较好，也当然三 D 乳房摄影就会比三 D 乳房超音波要来的检查仔细。所以接下来因为辐射线的关系，所以像一些特殊的族群，像孕妇，对不对？超音波就可以做了，可是乳房摄影呢，不管是三 D、二 D 就不行嘛，因为它有辐射线会伤小孩嘛，或者你有这个放射线担心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碰乳房摄影，不管是三 D、二 D 的。那另外，因为刚刚讲三 D 乳房超音波其实是可以成像影像的哦，所以特别像讲隆乳的人，隆乳的人呢，有时候患者都会被一直告知，你大概一两年做一个核磁共振。哦，都会这样要求，做什么？看他有没有那个异乳有没有破掉，有没有角膜挛缩，或有没有漏掉，类似这些问题。其实哦，这些做隆乳的用三 D 乳房超音波就好了啦，不一定要做核磁共振了，那个花的时间又长。哦，三 D 乳房摄影，三 D 乳房超音波它也可以很，我们刚刚讲，它可以像切薄片这样子，0.5就切一张，可以 3D 成像，所以 3D 的网探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有没有夹膜破掉的一个情形。那同样 3D 的网摄影呢，反而是我们刚刚讲它只有摆一定的角度，所以它没有立体成像，它不能横切，所以它不太适合看有没有破掉。不止如此呢，你夹乳房摄影，不管三 D 二 D 都会夹乳房啊。有时候你做隆乳的病人，还怕这个异乳被夹破，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反而要小心哦，反而要小心。那接着就是因为夹乳房会疼痛，那你超音波就是直接摆在上面，所以疼痛感一般的三 D 的乳房超音波或二 D 的乳房超音波是不会有疼痛的问题的。三 D 的乳房摄影就是乳房摄影嘛，乳房摄影大家有时候夹扁夹得很密才能操作，所以还是会有这种被夹疼痛的问题啊。夹跟疼痛跟辐射线是这两个乳房摄影，不管二 D 还是三 D， 永远躲不掉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从三 D 的乳房超音波跟它的原理哦，跟它的应用，还有跟三 D 乳房摄影的比较哦，就知道。虽然都叫3D， 可是事实上，哦，并不一定是，就照你想象的像电脑做成那样子，哦，所以，我们了解在东方，在台湾这种比较乳房致密的国家，哦，3D 乳房超音波是真的可以 3D， 可以像切，我们的组织这样切薄片这样，可以很细的看清楚一个乳房的病灶。而且不受人操作的影响，哦，那又没有辐射线，孕妇也可以做，
哦，所以这个3D 的裸航胎，我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呢、啊、是有一点在利用上面是比较少的。那在如果是比较不方便的，或者说你稍微定期做一下这样的检查，是又没有辐射线，又没有疼痛感，那又可以很仔细的去存起来做比较。我们刚讲，它因为它的储存的讯息很多，而且它不受人操作的影响，所以你每次在做的时候都不用比较，不用担心这个技术员、这个医师做的比较潦草，那个医师做的比较仔细，不能两次比较，所以你这样子存起来比较全面的。当你有病灶或者肿良性的肿瘤，结构扭曲，像开刀就会结构扭曲，或局部不对称，或者说比较致密的年轻的乳房，你要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病灶要追踪的时候，其实 3D 乳房超音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哦、有没有辐射线的问题、哦、大概是这样子、啊、当然这两种显微钙化还丢给那个乳房超音波比较好，除了除之外 3D 乳房超音波、哦、在很多情况都用起来都是很好的、哦、大概是这样子的介绍。那以上就是有关 3D 乳房超音波跟 3D 乳房摄影或者 3D 电脑断层这些名词的一个简单介绍跟适用的对象，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欢迎大家的收看，谢谢大家，拜。